嗨，早安！今天呢是这个波一打麻将的尾牙啊，又尾牙了。今年过得真他妈快，马上要尾牙了。今年我们吃，我们吃啥？芦丝葵。今天我们吃芦丝葵，好不好？不是我选的，是大家投票的哦。因为芦丝葵呢，大家都吃过民生店哦，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来吃的是大直店哦，家乐福的旁边。刚差点迟到，还好小美启用了 Sports 模式哦，所以我们早了15分钟到。好，吃饭吃饭。蒜香烤菇，有烤菇哎，要不要吃烤菇？我超讨厌吃波特菇，我要吃烤菇。波特菇不一样，我说哪里不一样？它比较大，它大。对啊，大香菇哎，女生最喜欢大香菇。是什么？啊，波特菇啊。怎么了？烤芦笋。没事，我错。浩哥的话应该会点干贝。是谁点？哦，不是要干贝啊。所以其实如果我在外面都说吃5分的话，就点它。对。联盟为什么不点1分呢？这样比较压线。一分的话比较特别，是在牛排那页最上方，我们伸手做描述，所以看它的颜色是比较深。他昨天就记了39公分，是高速公路吗？我没有放。洗热水澡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哎，这我的公仔在这里，太累，好适合。那你厕所那么大，你要干嘛？对不对？厕所那么大干嘛？好了，弄好了，租房就20万了。总共花了65万，都是自己朋友帮忙做的。所以都蛮便宜的，都是凹的，所以首先是我朋友他们家，他来他一天工资算500而已，不好意思吧，算超，他一定超不爽的，对，把他压碎，压碎，对，好，哇，我这个我用完以后，他这道菜变得好丑，这菜好像吃饼干，很有。的嚼劲，还好你刚刚没有跟他说我还要面包。浩哥辛苦了，多吃一点。柠檬汁男，去死吧柠檬！没几滴，有好不好？有啦，有挤出柠檬汁。酱的味道有点呛呛。这节课啊，里面是生鱼片，然后外面是熟的，然后酱好辣，对，巴西鱼的味道，我把沙米，大概在餐厅看到这个菜名会想要点的，很快这样子咬会不会有点浪费？好，因为我就觉得它很油啊，很油，对，它蛮油的，的确是蛮油的。他昨天在我这边求牛，我只好拿浩哥出来打。我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比你更粗的男人。他100速速攻就上去，没有100速，哪会那么快？有啊，看你数据，你100场啊，有看你的水表，100场。你上四段的时候啊，早就不知道了。对啊，浩哥好谦虚，因为那个都是日文。是哦，我这台车这么贵哦，我不知道哎。哦，是哦，我这只表600万哦，是哦。天哪，这奶油的味道好重，我觉得。哦耶，就是这个。等我一下下。这样是不是有点切太大一块？刚面包吃太多，我觉得要饱。好得劲啊！没有啦，可以啦，我吃得完啦。感觉加点盐比较好吃。好险我点3分。嗯，好险我点3分。不用不用。这样子一比，好像乐眼比较，它那个是比较瘦的肉。应该那也蛮好吃，哈哈哈哈哈，好吃。点什么？他是喜欢吃软嫩的。菲力，菲力啊。嗯。可以吗？你吃什么？肉眼啊。嗯。服务生来提醒他说，16盎司，分量比较多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浪费你的口水，不用提醒他。那你为什么要点猪肋排？这里点猪肋排。哎，我要那个猪肋排。对啊，乐眼好像比较有嚼劲。不过菲力也不错啊。这不过菲力也不错啊。下次点乐眼。下次我要点乐眼。应该要加一点吗？对，我们有点了一个小美绝对不吃的菇菇。对，为什么你不吃菇啊？这种菇他不吃。你松露也不吃。我记得去年尾牙我也问过你这个问题，
我们家以前卖那个干货的，那个味道就是很重，那你一直闻到那味道，你以后就，然后大家就说笑你说，哎，身上有个香菇味，屁啊，是因为被笑，身上有小香菇味，我不吃松露啊，也不是松露，哇，松露不吃，松露不吃。那你到底是好挑哦，味道很重好不好？那你的味道小鹿都和大家的口味吗？可以，对 我可以，小鹿可以吗？想要再烤一下的吗？小鹿还要再烤一下吗？不用吧。还有需要学习跟我们说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三三一块，谢谢。小鹿都没有问题，那大家都没有问题。五，我这是要点热眼。我现在吃的是热眼，解锁这样子解。纽约好吃吗？我觉得我也很好吃哦。有比较才有伤害。我给你好吃。好吃就好。好吃就好。贴一块给他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热眼。怎么样，雷梦？点评比较柴一点。对不对？怎么用柴来形容这个？我吃到后来好腻。只要有香草我都点，只要有香草我都做，我香草航空做，有香草我都做，倒了。不假的，小智你不吃什么水果？草莓你不吃？芒果你不吃？芒果不吃，芒果还有人不吃的。我还没吃呢。应该不用讲了，他芒果我不吃。有香蕉吗？香蕉、西瓜、芭乐。好，谢谢。跟他一样，你也是的。没听过台湾人不吃芒果的吗？到台啤啊，还是问问看有没有保利达？还是冰淇淋？还有什么沙雅盐的？哇，这个特征哦，保利达特征。香草冰淇淋大师耶！那我鉴定鉴定。你进来就说，哎，你们冰淇淋，我吃这个就好。对啊，我说你这跟杜老爷香草冰淇淋开头之前，难怪他不给我先点，感觉好像有包一点点那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芝麻吗？香草籽，香草籽哦，还包小吃的，会爆菌的。他是去结账的。雷梦好贴心哦，我眼泪都滴出来了。我们待会就走了。哎。包了，这要包哎！今年的红包好不好？先给小鹿，哎，小鹿，你要说什么？大声一点！圣诞节快乐！小鹿 ，OK 啦，可以啦 ，OK 啦，先选先赢啦，离席的就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抽的啊，用抽的，好不好？离席的话，用抽的。今年过年的时候设计的红包，浩哥最大，浩哥先。好，来。你选，我选。啊，小美坐我旁边，你选。这是旅团的那个。对，旅团红包。圣诞节。来来来，你要什么？今年小智先抽。今年乙亥已经有了。我跟小智先抽。明年庚子。这是念乙亥。好了，被他们抽完了。你是那个最之前。你是最菜的。你最后拿，连小鹿都说你菜逼巴你，菜逼巴，菜逼巴你。要走了。哎，怎么样？要入境是不是？好的。小鹿，你不要摔倒。又吃完一次尾牙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希望明年还有机会吃。还有能力吃，快过年了，因为今年过年比较早嘛，一月就过年了。我们在这个十二月多的时候呢，就先吃尾牙啊，因为外面很冷了，就这样啊，没事啊，拜拜。对呀。